祝福一评新闻网的朋友们红兔大战。你怎么办？我真的很不会讲那种词。好啦，新年快乐啦。因为农历年快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静来分享三样新年开运的小物。新年开运 ，OK， 分别是财运、然后桃花跟事业运。哦，天哪！财运的部分的话，我想应该就是这次的能量瓶，就是发光能量瓶，因为我们必须得要有好的肌肤，才会有人找我们工作。所以就先把自己打理好。然后你刚刚说什么？然后桃花，第二个是桃花。桃花哦，桃花。啊，我就想说有点害羞。反正就是呢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前阵子去日本玩。然后他去日本玩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求个玉手？”我原本想说求个玉手就好，但是他就帮我求了八个玉手。这个呢，就是桃花运。我就好害羞，就是说这个就是，反正就把它挂在身上啊。如果你有遇到喜欢的人的话，你再把另外一个送给他，这样子你们的锤子就可以互敲，然后就是代表你们会长长久久这样。所以现在另一个还在收在家中，就是等待它的主人。对对，那我们下一个是事业，事业运哦，对，应该就是这个，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Dior Age 这个颜色。那如果要真的要找到那个锤子的另一个主人，有什么一定要的条件？择偶条件？我想一下啊，一个最主要的就可以了，爱我。那皮肤要好吗？我觉得我喜欢就是男生看起来就是不是说什么帅不帅的问题，但是起码就是要会对自己打理干干净，看起来干干净净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喜欢情绪平稳的人，就是不要那种太，因为我很嗨，对，所以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也很嗨的话，我们会过嗨。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财运、桃花跟事业运，你觉得现在这三个里面，你最想要加强的是哪一个？哎呦，我希望我工作可以再更好。假的，没有啦，我觉得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好啊，希望2023年就是自己各个方面都可以再就是更进步，然后身边的人也都可以就是越来越好这样子。